Over the last 15 years, we found that one-stop beauty is a preference of consumers. Senzo was established in year 2009. Nowadays, we are changing to digitalization of technology beauty culture. We provide customization, personalization services, and consultation for every client.We research and develop to create products for a universe which is the new form of luxuries. We do personal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providing never-en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y to innovate. We believe that as we integrate into the team, we work smart to maximize personal value. We achieve our excellence through teamwork. Reverse your age look.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with us.酷看网络电视盒，让看电视变得更简单。酷看。Get better, get easier. Hello, 各位 Women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又到了我的节目了，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都为你准时送上 Live Show with Annie。那么昨天的节目呢，星期一嘛，但是有一位特别嘉宾是因为特别安排的哦，所以大家上我的节目，你可以很自在的说出你的使命，感动自己，影响全世界。我是 Annie， 所以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 Lee Bon Aesthetic 的创办人 Alicia Bon， 他今天会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取自大自然，美得更自然。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到我们的现场。Hello， 嗨，大家好，嗨，大家好，晚上好，晚上好。OK， OK， 大家都进来了吗？今天我们要聊聊的就是他这一个美业的路上他的这个成功的故事。那 Alicia Bon， 我知道你的 Lee Bon Aesthetic 已经经了16年，对吗？对。那这16年你是如何踏入这个行业呢？其实以前学生时代的时候已经是很肥，而且那个年就是因为生了2粒痘痘，之后呢就我妈妈送我过去美容院，每个星期过去洗脸，就越洗越多。可能那时候的那个工艺不是这样发展到这样先进，所以就可能用错产品。初一到初四的时候那个脸就越用越糟糕，越生越多，青春期嘛。对，没有用的时候就没有事情。我用他的产品就是因为我们学生时代又不认识嘛，人家说好，这样我就用啊。初一用到初四就发展到整个脸都好像几乎是烂了，很痛的，每个星期去洗脸也是他一直帮我按、现在就有很多那个疤印，之后我就停止使用，他就不会再有那个
青春痘的那些暗疮之类的再出现，但就是就剩下那个疤痕，那些痘印之后，这样就我们继续我继续上了大学，那时候还不是知道什么叫做爱美，一去到大学的时候，你知道应该是 college 嘛，就很多美女在我的那些身边很多美女，走来走去，他们也是讲我，你应该打扮一下，又用什么什么产品，这样我就试下，try to 去自己研究，因为我在市场上面用到很多产品都不适合我，不适合我，因为我的皮肤是属于比较油性，所以如果用到有带那个油脂的或者是比较 creamy 的，即刻又粉刺啊，或者是那个些黑头啊，整个脸就糟糕了，所以我就慢慢的研究，就买了很多产品，每次都试用，一路一路发展，之后我的身材也是不是属于小资的那一种啦，又喜欢吃嘛，这样就越吃越肥，尤其是到那个大学趴托的时候，这样就你知道啦，趴托没有东西做就吃的嘛，一直这样吃，吃到真的很肥，所以女孩子趴托是会肥的对，因为没有东西做啊，就是走街吃饭，麦当娜那时候，十多年前有一个时期，我有很爱吃麦当娜、肯德基那些快餐啊之类。有一个时期，他是买一个面包，一个包包，一个汉堡包，就送一个汉堡包。像我那时候买一个汉堡包，再送一个汉堡包，对，哇，一餐可以吃两个汉堡包啊！我直接吃到完了。我的男朋友是现在老公了，现在变成老公了，现在变成老公了，就一直吃，两个人都很肥。到我结婚的时候，我儿子现在都14岁了，就是我15年前结婚，那时候我嫁给我老公的时候，先生的时候，应该是80多个kilo，有吗？哇，想象不到，应该是两个你现在的你。没有，现在我因为我是果重，我现在是60或者是65这样吧，但是到我生我儿子的时候怀孕了，讲你不相信，超过100啊，原来怀孕会超过100的啊，没有啦，我增肥了差不多20多个kilo，因为喜欢吃，我可以一餐吃2份的那个鸡饭，下午晚餐又吃，宵夜又吃，早餐又吃，就是吃个不停。OK， 孩子有没有在线上？应该不是你爱吃，是孩子爱吃啊，应该是他现在也是很大只OK， 他也很喜欢吃，很喜欢吃也是，那时候就肥到不会去解释，不会去解释，就其实还没有怀孕的时候，我已经是开始慢慢的研究那个细胞，我们的人体细胞，我自己的那个皮肤，还有我们的身体的肥的原因，因为我也是给了很多叫做什么钱呢，爱美的钱去了很多家有名的那些减肥宴，都用了几万了，每一间用几万你知道吗，每一间美容院那些钱是我自己赚的，读大学的时候，我是上门叫人家上门叫叫补习，大学的时候你上门，大学时期就你上门教补习，对，就赚了一些钱，那些钱都投资在美容院了，对，但是我上门教补习的时候呢，我同一个时间我在家里有几班，有开几班，是教老师来教的，但是syllabus 全部是我准备好，就是赚的比较多一点点啦，比较是权力的那种。教美容吗？不是，教小学。教小学可以，我的学生也不少的，每一班有整
五六个，那时候都有五班，有五间空房嘛。哇哦！那时候就赚了一点点钱，就去花在爱美哦。花在爱美，嗯嗯，哇，果然不简单啊你。要用钱就要自己赚啊，很会赚呢，而且还会把学校老师都带来一起教补习。不是说学校老师啦，是那些有经验的补习老师。有经验的补习老师，对，之后就浪费在那些有名的减肥院。嗯，这样我当然不可以讲哪一家，大家自己知道。嗯，我自己知道啦，可能是我自己贪吃。嗯，但是可能他们的那些疗程不适合我。嗯，因为他们的要求是叫我不可以吃，不可以吃，只是喝水。哇哦，应该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对爱吃的你来说。这样我就心想哦，哈，都用了很多很多间，用了差不多三家，减肥院，第一家不行，这样我就去第二家、第三家。这样我就商业，他们商业的销售法，可能我会令到我比较觉得不是这么的亲和。这样我就开始研究嘛。嗯，研究就拿我几个朋友来研究。嗯，然后当时我就负责教的监督，那时候我就请了几个嘎嘎。十多年前请嘎嘎比较容易。嗯哼，就找那些比较有兴趣，嗯，做减肥按摩的哥哥一起，我就他们其实来到是不会的，嗯，这样我们就一起研究，用我的方法咯，嗯，就成功了很多个例子 ，OK， 就从研究开始，对，研究开始，之后就发展慢慢从那个小工作室，然后就越举越多的顾客群，这样就慢慢的发展去到开店了。哇，恭喜你，恭喜你。嗯，那开店一开就开了十六年啊，十六年啊，没有啦，六年是在我的家的那个小工作室。我的小工作室是这样的，那些顾客一进到来呢，他不用经过我的家，前面已经是有一个门口，进去楼下就是有那个jacuzzi啊，有三张床啊，那些地上是小石布子的，比较很 relax 的那一种。这样那时候我都有整四个嘎嘎他们在做。这个应该是你很有经商天分。我是没有下手做的，我只是做督促、训练、销售、promotion、 how to promote， 我只是做这样。那你踏入美容行业这一个过程，你有到别的美容院打过工吗？没有，其实我是读IT economy 出身的。在大学你是修 IT 跟经济学？对。那哇，想象不到，因为修 IT 跟经济学的专科吧，专科的大学生可以跨越他的这个知识领域去开拓美容行业，因为有兴趣。有兴趣的话呢，你就会自然的自己去找那个方法，还有那个到底为什么，你就会去找这两个来源。之后呢就慢慢慢慢的越狂越火，到现在我都差不多有18到20名员工在我的店。哇，恭喜你。恭喜你。好，那么我们来暂停一下我们的聊天，我们来关心一下现在有谁是在线上看着我们今天这一个直播的。那如果你现在正在看着我们，请你把视频分享出去，因为等一下我会问一些平时你们不知道的问题。好不好？不要为难哦。OK， 我试试看。OK， 来 Alicia， 我们来看一下。好，如果因为人数太多，如果没有念到你的名字，很抱歉啊，不过我知道你在看，谢谢你们。等一下啊。有 Betsy 啦， Joanne， 丹秀英， Jun Kitfu， 嗨妈咪，我儿子，嗨，你的儿子啊，对， OK， 小帅哥，看一下，
哎，不会很大字啊，很好啊。啊，这个是早两年前拍的，在香港拍那张。Okay. Debbie Chong， 老板娘你好漂亮。应该是你的顾客吧？我的员工。哦，伙伴。OK，Baby。Baby， 哦，就是 Baby， 在我们的现场的，来 say hi。嗯，来 Joanne 单秀英，啊，这个是我的表嫂，表嫂你好，表嫂。庄吉祥，嗨，吉祥兄，谢谢你每天晚上的支持。来 ，Hello， 晚上好，于婷 ，Nikki 老师，啊，这个是 Evelyn 那边 ，Evelyn 老师的伙伴。啊对，嗯 ，Angel Gifu， 哎呀，还有 Chloe，Hello Chloe， 我的头发长了，哈哈，嗯 ，JJ 说 ，Hi，OK，、okay, 嗯 ，OK， 好，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想问 Alicia，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那如果你听到有感动的话，你可以发一朵花。不要太少朵啦，一朵两朵三朵都可以的，或者是你觉得你很喜欢这一个节目，你可以给我们一颗爱心代表你的鼓励，谢谢。我的那些应该是讲同事全部都还没有放工因为我们的营业是到十点。你这么勤力的，你的伙伴，你的店开到十点，我们分两轮来做，两个 shift，两个 shift。 OK， 非常厉害。好，好多话了。OK， 那在这一个行业16年，你就是以 你这个独特的经商天分去经营 Libon Aesthetic。 可以讲是独特，可以是讲其实我走入哪个行业我都是行，只要我有兴趣，只要你有兴趣都是行的。太棒了，这个是太强了，这一位。别看你好像进口十多二十年前我也是自己有进口那些礼品的生意那个叫大学时期part time做了，当着自己这边去谈那些公司他们好像你买那个产品比如讲你买美容产品或者是买那些名牌这样他们都是有送，以前很流行送那些比较特别的东西特别的东西，这样我就在外国和外国的那个商家那时候外国和本地还不是这么活跃嘛对不对你很难找到那个外国的商家要怎样谈然后又要怎样那时候我也做那个生意，我自己也是同时教补习之后就原就做这个美容之后到最后其实那个时期过后补习中心，我开了一家补习中心过后就没有做了那时候有整每个月会有三四百个学生，三四百个学生，对，那个时候有多少，实际都有整十多辆的班来载学生，一放学就到学校去那边再送到你那边去上课那时候马来西亚是没有补习中心怎么这么多应该是没有说多元化，就比较有 management 这样的我是从台湾那边带进来的之后因为是有一个同学叫做可怜同学他那时候赚800元-900元这样一个月，他就问我我这边的老师是做多少钱就我就说大概2000然后他就过来帮我做了做了一两年，可能是你知道人的妒忌心会比较奇怪一点那时候我又读着 college 我又要顾补习又要顾我的学业这样他就在里面搞了很多是非，其实他没有进来做呢我做了很多年都没有问题的之后他原来在里面 group 群体找那些小是非然后传闻那一间店有那个鬼有什么之类你知道我教小学生嘛对不对对对，我全部吓死了嘞。然后我很有骨气
卖都不要卖，直接关，直接关，因为伤心，不搬吗？因为那个不搬，有鬼而已吗？搬掉了，不，没有鬼。其实那件东西没有鬼，很正常。他去吓人家，因为他在隔壁，开多一家。哇，这样合作的时候要找对象也要没有合作啊？那间店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因为是比较妒忌心啦。哦，就是你请他，让他来这里教书。对，就是不没关系啦，都过了。然后他也是开不到六个月，这样就也是关闭了。那时候可能我的志气会比较大一点点，不做就不做。喜欢你有志气，之后再从头来过。应该是一个很潇洒的人哈、哦，你们觉得呢？我觉得阿丽西亚邦是一个非常潇洒的人。还好啦，我的外号是傻大姐嘛。傻大姐，真的有这个外号啊？但是在工作的时候会比较严肃。工作过后私底下就是傻大姐，我是很多东西都比较不太去介意。顺顺来，顺顺去，这样就好了。那做的是不做补习班，反而做这个美容行业可以做到这么成功。不做补习班的时候也是去应征，帮人家做工，但是不是做美容，我们是做那个 FMCG 的市场。FMCG 就是那个食品工业。对，食品工业我是负责那些销售部门的。这样做下来做了五六七年这样吧。这样同一个时间，我就是用那段时间晚上放了工，就研究减肥啊，美容啊之类的东西啊。还是改不了爱美。对，还是改不了，因为要更美。不过那时候真的那个样子，我现在看回自己不大接受了。现在呢，看回现在的样子，觉得有满足感吗？现在的样子还好啦，不会吓到人啦、至少不会吓到人，不会吓到人。是人就是要往前看，越来越好，越来越越来越有成就，对吧？至少呢，可能我之前的那个朋友，将来做，我是这样想的，可能是这些是一个经验，一个考验。如果没有这个经验，我就不会正式跑到那个美容行业。反而美容行业比较适合我，因为我爱美。如果是补习行业的时候呢，我就很少打扮。就让自己好像一个比较要严肃的那个装扮嘛。对，戴了一个眼镜之后，然后穿那些衣服就比较严肃。又不可以这样讲下笑话，我比较 control 我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里。你做什么职业的，这样你就要知道自己的方位。不可以超过那个界限了。就是比较严肃的那个形象。那你应该是很有纪律的人。纪律discipline， 对，我做这么多生意，补习，尤其现在美容，我管人呢，全部都是靠 discipline， 所有的员工进到来，你不用告诉我，告诉公司你不会，或者是谁没有教你，已经是准备好了一本那个 operation discipline， how to operation SOP， 你读 SOP， 然后你要怎样 follow， 或者是等一下你需要怎样做的，你不要告诉我们，你不知道，没有人告诉你。所以就减少是非，减少是非，对对对，要管理这么多人不简单。还好啦，不是说很多啦，只是比起以前来讲呢，以前四五个人都会搞到我很头痛。现在还好，因为我有那些做到比较久的同事，现在其实都好像家人这样了。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对比妹妹，我的 baby 都五年了。以前进到了好像小孩子了，现在慢慢也是长大，全部越做越久。之后带新人，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上。就其实是非呢，我那一边就不是这么多。因为全部都是靠 discipline。
Discipline by black and white。这个 memo 一出来就是这样，大家签名，就是你知道了，下次你做错就是没有人讲你的坏话，只不过是你做错，这样你就应该是受怎样的惩罚，已经是写下来记录了。太棒了，不用讲多多东西。全部靠 black and white。已经记录在案了。对，然后会影响什么呢？记录在案，影响花红啊。影响花红啊。你有好像你觉得哦，你没有错或者是什么什么。不用讲那么多了。看回那个 KPI。对，自己看。自己看呢。果然很有威严的一个老板。那如果线上有有 Alicia Bond 的学生在看的话，或者是他的员工在看的话，你们可以评论一下 Alicia Bond 是一个怎么样的老板。其实我的员工呢，老的那一辈就很少用这个 online 的。年轻的那一辈就还有啦，应该还有几个的。然后有些是没有加我 Facebook 的。这些是因为年轻人啦，要有私密感呢，要有私隐。对啊，这样我们就让他们有私密。这个我认同耶，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加他的爸爸妈妈的 Facebook 的嘞。对，都不加。好像老板和员工之间，他们认为不可以，我不可以给老板娘知道我怎样怎样我的生活，我也不想看呐。你加我，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不加。我扫你一个不扫啊。哇，原来年轻人有这样的思维吗？有啊，但是现在我的那些都还好啦。因为他们也是很费一下的。我也是很费一下的。Debbie 啊。没有，你可以在那边写一下。David 写了，他说 Alicia Bond 是一个超有责任心的老板娘。哦，真厉害。也很有想法的一个人。他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呢？然后于婷说，你上班时很认真很严肃，但是私底下玩得很蒙安台啊，他放这个 emoji 在这里啊，这也是我的同事。这个是和BB 一起进大概这样的时间一起进来。他们同年的。一个一个介绍，一个一个带一个来。通常我们那边会比较少人辞职，全部都是一直加。非常棒。不同的性质。那么 Libon Estate 已经走了16年，那今年就庆祝这个16年的周年纪念。那现在有做一个就是这个幸运抽奖的活动。对，截止日期是到12月的31号。那如果你们有看 Alicia Bond 有 post 在这个 Libon Aesthetic 的面子书呢，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这个近期内的活动和他的这个 Libon Aesthetic 的地点在哪里呢？在 Desa Jaya Gebon， 在 Gebon 的 Desa Jaya。那大家有经过啊，可以过去那一边找一下 Alicia Bond 聊聊天啊。是。那在这个16年对你来说，这段日子里，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我最大的成就就是让我自己变漂亮了。然后我的员工。我的同事就越挣越多，越挣越多钱。不是，越增加人数。OK。然后问题减少。技术提升了。技术，我们提到这个几个重点。顾客量也多了。销售量也是多了。也是靠全部的顾客支持。然后也要谢谢我的那些伙伴了。如果他们不是这么支持我，其实我的脾气很臭的，私底下很严在工作的时候。但是他们可以怎样讲呢，可以包容我。因为其实这5分钟里面我生气了。他们做错嘛。对不对？不是第一次第二第三次第四次这样这样人一定是有脾气。
他五分钟里面改了，或者是给我反应字错了，完全没有问题，我们继续聊天谈话谈哪里去玩就是这样的人、可能会可能是有这一个优点、之后就大家相处容易，虽然是爆炸性，但是收入也是很快，但是我要求的就是讲讲呢，我们的 quality， 我们的 team quality， 如果还我们的 skill quality 不好，我们的 sales volume 就不会提高。其实我生气，我觉得是应该的。如果是他们做错的话，不过他们也是明白，他们做错了之后，之后有时有很多时候他们都有悔过之心的，咁啊，假假地假假的，这样给他们下台咯。他知错的，很多人犯错其实都会知，自己都会知道的。有时我自己骂多了。他们也是有留一点点位置给我下台，我也是知道的就假假这样待过咯、就过后就没有事情了、就大家就这样包容，互相包容，这样事情就没啦、就好像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家人这样啦、有什么问题跟我讲，我就想办法帮他们解决，一问是私事啊，或者是公司、或者是他们的那个技术，如果是给我检查到真的是有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发觉到，我就会找应该找的人出来跟他谈话。因为我们的公司的程序呢是有那个经理级，还有那个顾问，还有美容，还有按摩师，不同的级，不同的那个 level 的，这样哪个部位错，这样我就找哪个部门呢？就找每一个部门的主管。对，比较看注重那个那个职务的。我可以说你管理有方。还好，这个管理呢是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的一个东西来的。我小时候已经是在看管理书了，自己去买的，去 Popular 买。上厕所怎么人家看小说，我就看那些管理书，或者是画图画的书。画图画的就是看那些 theory。在我们都在看小说的年纪。那 Alicia Bond 就看的是商业管理的书没有人逼我的，自己喜欢，喜欢。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看漫画的时候，他在看的就是跟人体有关的这一些，书，管理呢？还有画图画呢，画图画的，还有最近的就是这个，我有去报考那个细胞，人体的那个皮肤学，你应该是也是听过那个 ARS 啊 ，ICA 那些吧，也是现在在进行中，今年年尾才毕业，所以我也是比较忙，所以我发现一个人的成功呢，不在于，不在于他多么有这个社会经验或者是什么特别的强项或者天赋，应该说是努力吧。在我们业余的时间，你用时间在哪里，我们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应该是但是现在因为是年纪大了，有了家庭，这样我就把那个其实也是属于比较成熟了，我们的技术疗程那几项卖得很好的疗程，还有那个产品，我们都陆续一直有在使用，都属于比较成熟的时候，这样其实我也是没有这样忙，比较轻松一点，现在人老了嘛，有了年纪，有了一点年纪现在我的差不多很大了很大了吗？我们猜猜看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的，很多人都知道吗Karen Chong 说高智慧的女人，这个我认同，我 buy 这个，她真的是有非凡的这个智慧跟独特的看法和管理的这个技巧都非常做得到位。
很成功的一位女性企业家，我可以这样说。我受抬举哦，我会比较兴奋。他不好意思，不会不好意思，我会很兴奋的。等一下，我怕、哦、那个天花板会爆飞上去。OK， 你是我的榜样，哇，好多支持者。我的同学，Karen Chang。你的 baby 也是很支持，还有雨婷那些、那年轻的是有用 online 啦，啊，年轻的对对，年轻人都有用、那现在应该是都要多鼓励一下哈，长辈们多用啦，因为资讯都在手机里嘛。我的妈妈爸爸也是刚刚学，但是我没有他们在我的 Facebook 的。 Why?私隐嘛，这个老板娘也是有九零后的思维，她说有隐私啊。对，因为啊，为什么？因为我也是喜欢比较活跃的那一种。我喜欢出来啊、好像放了工，和那些旧同事，或者是旧同学，我们就去。现在流行 Happy Hour 嘛，对 ，Happy Hour， 人家老人家看到多了。嘴巴就不好了，他会不停的唠叨。对，因为我妈妈就是住在我隔壁罢了，所以很容易见面的。还有爸爸，是不要开玩笑。所以哦，我的弟弟妹妹他们有我的 Facebook 的，千万不要讲哦，你们呢？那你是家里的最大长女啊，老大，就大家姐，还好啦。你们有没有觉得 Alicia Bond 有 一种大家姐的性感？这一个我都不想有的。你不想有的啊？因为为什么每次站出来哦，你看个样子好像有哦，其实个料又不是好像有很多的哦，有那个细在那里哈，有那个细啫。有啊，你一行入来我就看到好像一个大家姐这样入来了。好驚啊！有時咁樣行出去，所以有時我好驚，很怕穿這些比較 formal 的衣服。通常我會穿那些比較舒適。看到我，有時我你看我的 Facebook， 有時我是會比較 QD 一點的。那個頭髮如果是長了一點的話，我的樣子會比較 QD。那时候我就穿的比较 QD 一点。OK。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的卡勒很像？对对对，我们空空了过后才来，我们搞埋了，好像搞埋这样啊。OK。Hello， 现场的朋友。好了，那做了这个十六年来，你又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就是当你没有钱用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怎样去赚钱。什么情况下会没有钱用啊？其实就是那个以前读大学的时候，那个同学自己在隔壁开了一家嘛，就从我的那个补习中心那边有不好的传闻吧。像那时候我又比较固执嘛，执就执嘛，好有型啊。哇，那时候真的是没有钱用，我也不靠我爸爸妈妈啊，我靠我自己。怎样翻身？继续上门教补习呀、有很多学生哦的 fans 的我、慢慢又再重新开始。打不死的蟑螂果然很强，所以现在的女性创业我看都已经很强了哦。在我的眼睛看啊，很多女孩子现在都好像很普通的创业，就是做生意罢了嘛。普通，不再像以前那样哦。以前我们父母亲的那一代讲到创业会比较难、那时候啊，女孩子创业就好像天掉下来的神这样耶。形容到很好啊，那个要搞很多革命哦，那个时候、那个以前的社会和现在的不一样。那现在越来越多女性创业了，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现代正在创业的女性朋友们说？
其实呢，女性不应该只是说比较柔和，或者是依赖的那一种，嗯、也是要靠自己的想法比较独立的站出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让人家想人家对你有什么想法。这样好像其实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不理人家讲我什么，我就是这样做，但是我不会说很强的那个拒绝，或者是点讲呢，好似好野种饭啊古镇啊，我不会那些的。我是顺着来顺着去这样罢了。其实我的人生以前到现在都是会比较顺的那一种啦，也是有贵人帮助啦。然后可能那个性格也是从以前很固执，到现在比较搞笑一点，比较搞笑一点。但我可想而知，以前你应该是比较严肃。对，就是、其实你看我的样子，就是很严肃啊。我不笑的时候就是这样聊啊，所以我不想他。那你们觉得阿丽夏本有没有很严肃一下？哦，其实我都不敢把我严肃的样子放出来，现在破坏我的 Facebook 形象哦。因为我看他在 Facebook 都是常常笑脸常开啊，对。不过现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这样啊。人生啊，你皱纹你看这些皱纹就慢慢都会长出来啦。笑就不会看到啦。啊，笑也是会的，只不过是笑纹你一笑起来就看不到了吧。那 Libon Aesthetic 是有什么服务呢？其实我们的 Libon Aesthetic 最出名的就是那个瘦身减肥。瘦身减肥这个也是我独创的，我是用了那个台湾、中国、还有印尼、泰国，还有我自己自创的那个减肥的技术加入进去，这样就成了一个，其实在马来西亚也是算极有名一下了，以前到现在啊。然后我也是有发展去到韩国 training 别人，这些是我们没有播在广告里面的。这些疗法都是自然的疗法吗？对，但是技术草药其实那个药物呢，我们都是用现成去买回来比较天然的那一种，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店不是靠这些药物或者是产品来看到效果，是靠真的是百分百的那个手工技术来制造的，就是这可以叫做人工制造出来的那个瘦身的效果。还有现在有一个我们也是很出名的，就是叫做那个 Oxybrite 洗脸，就是任何皮肤都可以其实都怎样讲呢，很多人用了都没有问题，那个也是一个 treatment 来的，它可以保湿啊，减少暗疮啊，还有其他之类的啦哈。做出来就是比较完美啊，光亮，好像那些不要看我的脸啊，我的脸是比较有多多痘痘印啦，好像那些青春时期的人，我们就要control他的皮肤，不要让他发展到好像我这样，这个就是我立志要做的东西。我不想每个人不小心，任何人不小心的发展到我这个情况，后悔不及啊。不过现在还好啊，很好啊，现在好了很多。像之前呢就是痘痘被打很多啊，你发作都总还抬得都好犀利的。那这个痘痘的情况是真的很困扰的。对，你看我现在脸上就是有一个痘痘啊，一个罢了啦。不过呢我们忧心的就是那个暗疮的困扰，痘疤印的困扰，干性皮肤也是有一个困扰的，就是黑斑，每个天哦，很公平的，他给了你这样就没有了那样，这样，就干的皮肤也会有黑斑的困扰，
对，因为那个水分不够嘛，这样比较干，它就会太阳晒到破坏了。如果你没有保护那个，很容易破坏到那个保护膜。这样那个紫外线就直下，直下就形成了黑斑。雀斑啊的发展。那油性肌肤就会有暗疮的困扰。对，真的是非常公平，因为它会有那个油脂保护，比较多油嘛，对不对？在表面。这样有油脂保护，这样太阳晒下来呢，那个保护膜就没有这样快破坏。有一好没有二好。那么最近这几年 Lebon Aesthetic 已经跨越了到那个医美的领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个趋势。我们也是开了一家刚刚开叫做Lebon International Aesthetic Lebon。这个会在应该是多4个月5个月过后才正式的启动，因为我们也是在搞着一些内部的那些叫做什么好像 license 啊、promotion 啊、注册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其实我们的礼博呢它有几个 logo 不一样的，全部都是有经过 trademark 注册的。现在这个新的全部都是要搞好才可以开始的启动。这个医美方面呢，我也是有时常自己飞过去那个韩国的医院那边，我是去学补习这样，是去交流，顺便一起学习那个技术。我本身用的呢就是韩国的技术，如果是医美。然后也是有研究的那些，好像现在流行做埋线，对不对？filler， 这样那个线是在那边。filler 也是在那边，你要怎样把顾客是做到最美的效果出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来的。所以我现在这个时期也是在研究中，其实也是做了蛮多的顾客，我的case 这两三年做了，我本身自己做有50-60个 case 了，也是一直有陆续来补，这样我要累积那个经验，就好像以前我开那个减肥啊美容院的时代，这样慢慢的研究到好了我才开始。那 Alicia 想问你一下，你就是这个你对待这个医美领域里面的其中一个就是整形，整形有什么看法？整形和微整是不一样的东西。整形呢是好像讲用刀的，用刀它是好像比如讲用刀要开刀啊，动手术啊，比如讲开这些骨啊，然后个双眼皮啊，这些是属于双眼皮还有眼袋是属于比较小的整形。好像割那个骨，有些人的骨也是放出来嘛，对不对？好像比较挖出来骨的，还有什么削骨，这个我没有做，这个我自己没有做，我没有这个 license。我的 license 只是做那个微整，微整就是不动刀，只是用线或者是用针之类的东西。其实我怎样对待看这个整形和微整呢？微整就是把我们原本的肌肉层，本来我们是在这一边的嘛，对不对？我们的笑容，这个苹果肌，我们微整好像埋线，我们只是把那个掉下来的肌肉，我们把它推回上去，就是移回上去，好像这个笑纹嘛，对不对？我们就补那个用那个线，它本身是 collagen 线，补回去给它慢慢的生长，这个也是属于一种自然疗法来的，因为我们是放线进去，它吸收我们本身里面的那个 collagen 和水分，这样它就可以填补那些空线。然后那个埋线的话，就是好像把这些地方本来也是掉下来的嘛，看不到这个 jawline 的，这个 jawline 看不到，这样我们就移回上去，就看得比较有骨一点，比较年轻。整形不一样呢，整形是整个鼻子割了，然后放那个假体，或者是有些人削那个鼻子的骨，削这边的骨，双眼皮啊，这个很大工程一下。
那个的确很大工程一下。而且我最近有一个前一阵子看到有一个网红，他整形，他的眼睛变很大。哦，那个我觉得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在没有这样年轻人这样啊？对，那个我觉得他自己本身应该会比较伤心一点点。他应该是没有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他是非常喜欢自己的眼睛，像 Barbie doll 这样子嘛。哦，这个是他个人的兴趣了。医生是照他的要求，可能医生是依照他的要求来做出这个效果出来给他，这样他应该很满意。那个眼球大大的，我之前有看过一次啦，在 Facebook 之后就没再看过了。可能他的喜好，每个人的喜好和自己对待的那个审美观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的趋势，整形也好，未整形也好，已经越来越年轻化和普遍化。对，那对于很非常年轻的，就比如说他才十多岁、二十多岁，这些年轻人想要踏上真的是整形这一条路，你有什么样的话要告诉他们吗？其实呢，我觉得十多岁到二十岁之间是不需要做这些东西的。除非他是意外导致他真的是没有了那个原本或者是普通的那个样貌，才是需要去做这一些东西啦。我本身比较觉得等三十岁过后可能开始有一点眼袋了，你才去割眼袋。好像比如讲当你有了那个经济的那个经济能力你觉得鼻子不美了，这样你才去割鼻放那个鼻子弄美它，不需要做太多的了。我觉得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样貌自然就好。好像我本身也是有做啊，割这个提眉，我给那个韩国医生做，刚刚提了眉，所以我画眼眉毛也是比较辛苦。因为为什么我都撕过后了啦那个眼皮掉下来嘛，这样我们就去提眉啊，找医生帮我，这很正常啊，就是比较属于自然的一点啊，是也是属于比较健康的。为什么眼眉掉下，那个眼皮掉下来，我的视线看到很渺小。因为真的那个眼皮如果是过长过重会影响到我们的视观，你好像张不开你的眼睛，它看得比较小。那些东西那原来看当事当人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对，但是我不是建议每一年去割一次啦，其实我通常都是十年人家会才会去割一次，或者十五年，就是把眼睛弄大嘛，像这样子把眼睛不是啦那个眼睛弄大他们是开眼角开眼头的这个框，或者是眼后面的框，这样你的眼好像撑开它，那眼球才会放大嘛。这一个呢，个眼眉毛的这个皮呢，它只是把那个皮提高而已。这样这个是还算蛮健康的。属于是，其实有很多老人家他们去到那个眼科，他们去问那个医生，为什么我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小片，看不到好像以前这样大片。明白。在那个医生眼科的也是会叫他割皮。割皮，他们的眼科割皮，我不知道讲哪里啦哈，他们眼科就是要医你的眼睛嘛。这样他就会帮你割你的皮咯。但是如果是在医美的 department 方面，他们就会建议顾客顺便直接割那个皮在这个眼眉这边，顺便提眉。这个叫做医美。就是又可以医又可以美。那李邦 Aesthetic 有做这一些服务吗？没有。我喜欢研究啊，所以我也是有这一方面的知识。我是没有做。我只是做微整。
但是还没有正式开业，也是在准备中，在准备着相关的证件啊、等等。对，成功的例子都五十到六十个 case 了，自己做的，将那个经验嘛，累积经验，非常棒。所以现在美容行业已经是现在已经迈向更高科技、更对更加新的这个年代了，已经其实一直在跟在韩国的那个风了，韩国是很注重美容的，你去到韩国呢，没有一间卖化妆品啊或者是保养品的店是空的，对对，我一年去几次啦，这几年也是每一年都去几次，你可以看到那边的人是怎样的去注重他们的那个保养，除了讲了一个保养好像茶那些保养品，之后化妆呢，他们没有化妆哦，如果是真是没有出门的，日本也是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社会的礼貌，没有化妆就是代表不礼貌，原来韩国已经是走的这样子，对，但是我们马来西亚也是很多人慢慢很多公众慢慢的这样去有进步了，都在进步中，全部都是在进步中，马来西亚已经不是一个乡下的马来西亚了，是，如果在中国的朋友你们有看到这个视频的话马来西亚已经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马来西亚也是有很多高科技的技术的，对，这些技术都其实越来越多人才从外国那一边把那些高技术全部带回来，对对，这现在很方便了，现在的这个时代不同了，大家在网上找一下，再用GPS 导航找一下，就很快去到哪一个国家都找得到了，对对对，所以现在的时代是最好的年代，所以有什么东西竞争力也是蛮大，竞争力很大，对，竞争力很大，那在这一个行业当中对你来说你的领悟要如何做到跟其他的同业者不一样呢？其实我本身我可以在这个行业比较出众一点的带出来呢，就是我用不是美容院的管理方法去管理美容院，可以具体的分享一下吗？我是在用那个因为以前我是在做 FMCG 嘛，对不对，从小我就喜欢看那个管理的书籍嘛，对不对，像我自己也是有一个比较独特简单看似简单又不简单的管理方式来进行，看似简单又不是简单的管理方式，很深奥一下，因为其实你表面看好像好好做啊，那个美容院做什么的，跟着如果交给你们的手上就做不到了，第一第一管不到人，人很难管，因为它不是机器，机器滴滴滴滴滴 setting 只要点只要个小时搞定，人手嘴巴嘛，对不对，但是到现在我还 control 到，为什么我会讲不用那个我不用美容院的管理方式管理我的美容院，因为我觉得太复杂了，在美容院里面全部都是女人世界，对，有很多东西你都要看得开，在我的公司我就是一个好像老公的角色，我前面的两个经理就是老婆的角色，正宫跟东宫，东宫同西宫啊，有乜嘢事佢哋就会同我报告，但是我公司用的方法就是舍得，如果我只是对好像一二三四层嘛，对不对，我给的那个佣金我只是给第三层，但是我要叫第二层去管第三层，他们是不会去做的，这个是一个人性的方法，人性，对，现在很多美容院他们都是在用这一套方法，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才流失，
对，就是、嗯、你看不顺我，我看不顺你女人吗？嗯，啱冇？嗯，我的公司俾俾俾，唔好烦，层层都俾，睇点样俾。嗯嗯嗯，总之你有做到就俾。嗯，我哋公司有得 claim 嘅，好多嘢 claim 嘅，你有做到就俾你 claim。嗯。冇做到唔俾你 claim。嗯，你做错咗就扣，佢哋好愿意嘅。原来他在那边偷笑。原来他们有特独特的这个管理方式。哎，还好啦、嗯，就是你不要把那些关于钱财或者是佣金的东西看得太紧。嗯，在女孩子的世界里面，嗯、你觉得她心里不平衡，你就要去想怎样的方法。我就这一方面，但是你不要以为给了他他很开心哦，不会的，你要 用嘴巴来给他一个心理的心灵上的肯定，肯定他才 OK 了，青菜了，我就原谅他了这样了。哇，那很有很有学问在当中哦，啊，这些是讲不完的啦，嗯、也是靠、嗯、讲讲一个领导的那个，嗯，他的管理的方式，嗯，每个人的管理方式都不一样的。那么，比如说管理一个这么多员工的一个企业，你一旦说给什么都给，会不会遇到有一些给了他还觉得不够？不会，因为我们给有分已经。Automatic、嗯、有了那个 computer print 出来的 level A claim 几多 level B level C level D 嗯，照 claim systematic yep、嗯、全部是 computer 已经是 set 好了 print 出来是公开 public 的、嗯、在 memo 那边、在那个 notice board、嗯、是全部公开、嗯、没有说私底下给你几多或几多、嗯、这样比较好、嗯、某些人人性化的事情要用科技化的管理方式。嗯嗯，果然是 IT 读 IT 出身的老板娘。减少烦恼，对，这样你的那个事业就会一帆风顺。嗯，嗯人会越长越漂亮。哎，烦恼少了。收入自然就多了啊，不会说很多啦、嗯、其实我们也是薄利多销这样的做法、嗯、我们没有卖，没有说卖一个配套很贵很贵这样的，我们也是做一个比较中等以上的中上的一个、嗯、生意而已、嗯、我们只是把这样的价钱利润大概是这样、嗯、就这样卖出去，我们也不会卖很大的配套、嗯、也不会说强迫顾客你好像比如讲要买几多几多几多的、嗯、我们没有、嗯嗯、我们只是卖一个小配套中配套小小这样用完了再买、嗯、我们不希望顾客囤太多。那么未来在李邦的这个规划当中应该是有 会开拓更大的生意版图吧？有，我们现在在 branding， 其实三年前我们已经是在 branding 了。嗯。到我读完了那个，我正式毕业了那个医美过后，嗯、我们会正式实业嘛，对不对？嗯、实业，这样我就会发展我自己的那个买线。嗯。好像医美之类。嗯。其实我也是，给 consult 比较多了。嗯。那个要自己下手，自己下手就要摆 appointment。嗯，摆拍门我的，这样我其实我不接不到太多的顾客、嗯嗯、因为我要自己做。嗯，我会开那些美容按摩，嗯，减肥的那些班。嗯，我有很多手下，嗯，他们已经是可以教了。Theory 那些我们全部有了。嗯，我会在这一方面开学员的发展，就是开小班制，小班制好像，有很多人都有很有兴趣做嘛，嗯、对不对？这一行看到好像很好做，他们又想做，嗯、但是他们又想偷袭啊，或者啊点样，或者做唔到，唔使俾钱你都好，嗯、我而家公开，嗯，公开个秘密，所以想学嘅就快啲报名啦。啊，未啊，应该到明年啦、啊嗯。明年先会开班啊，冇咁快啊。
排住队先咧。其实我嗰度嘅员工所有嘅叫做投手，全部都可以做老师咗嘅。哇、wow. 啊！之前我 train 咗佢哋，就系讲前面呢一个 Debbie 咁样都好啦，吓、现场观众，喺度。佢嘅手勢唔錯噶，咁樣之前嚟到都俾我鬧到過，喊好多次都係咁樣樣噶。咁樣佢捱得，我就問佢啫嘛，你喊啊？一係而家你走，一係你留低。嗯，係咁樣啫。你要學嘢嘅話，你就要堅強。嗯，我都唔驚唔覺將我嗰啲性格帶咗出嚟俾佢哋，所以而家成間公司都好似我咁樣嘅人，我都唔知佢哋嫁得出我都。好彩我又發曬嫁咗，不過好彩佢哋全部後生嘅都有男朋友咗。嗯，如果唔係啊，咁樣學下學下嗰啲性格啊，我真係驚啊！太多窮女人，唔係啊，講嘢係咪唔同你講多？嗯，control 唔到啊，陣間啊，係啦，我還 OK 啦。嗯，所以可想而知啦，個個都肯留低，個個都越留越開心，越留越成功，還 OK 啦。咁樣大家其實出嚟做工都係要揾食嘅啫。嗯，啱冇薪水夠或者唔夠，我自己都係睇下咯。好似而家行情唔好嘅時候，咁樣 commission 少咗係應該嘅。嗯，除非你平衡到咯。嗯，呢啲我哋全部都係跟我哋嘅 formula 嚟計噶嘛。嗯，如果你到邊一間公司都係一樣嘅。嗯，不過咧，我可以好榮幸咁樣同你講，我哋冇登廣告請人，但係都會有人排隊落嚟幫我揾生日問要唔要請人做工。我哋係比較屬於謙虛嘅，咁樣有冇即係講係大樹招風咁樣？去讚自己啊，定呢啲嗰啲，其實我都好少接受訪問噶。你睇我 event 去到 event， 我都係唔講多嘢，除非係去到多朋友啊，我哋講嚟講去都冇講啲生意嘅嘢嘅。咁今日真係我嘅榮幸，可以邀請到 Libon Aesthetic 嘅 Alicia Bon Aesthetic 啊 ，Libon Aesthetic 嘅創辦人嚟同我哋分享佢嘅故事。阿華。还 OK 啦，我觉得广东话有一点甩甩咳咳啦。而家食香啊，咁样嘅话，你睇我有时都讲到咁样样噶，好似北姑妹咁啊嘛。而家兴啊，流行啊，流行嘛。OK， 好，那么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接下来 Libon 会做的 promotion 吗？可以，我们会做的 promotion 就是这个月到下个月，每签购一个1600元的那个单，你付完就会有一个抽奖券，一个抽奖券，同时会有两个的抽奖机会，一个就是你自己即刻放手进去那个箱，自己抽那个乒乓球，看什么号码就直接得到那个礼物，然后第二回合的那个抽奖机会呢，就是等有一个 video 会播出来的，头二三奖，第一奖是好像是1000元的现金，第二奖是800，第三奖是500。其实这个抽奖方式我们每3-4个月都会抽进行一次的 promotion。每三个月都会有一次的这样的 promotion， 三四个月这样来回馈顾客啊，是。其实我们的 promotion 长期也是在做着，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瘦身按摩，还有洗脸，脸部护理，那个 Oxybrite 还有 Aquapure 之类的。其实你去我的那个公司的网页那边看，就看来播来播去，其实都冇乜嘢讲好紧要新嘅嘢嘅，嚟嚟去去嗰7-8种、9-10种嘅啫。但系我都系十几年嚟都系用紧呢几种，嚟搵钱赚钱个伙计，靠嗰啲钱嚟搵食，我都系靠钱搵食。Q 唔怕旧，最紧要瘦。应该系咁样样讲。我研究嘅嗰啲嘢咧，我出得嚟市场卖嘅咧，已经系经过我标准嘅之下
是什麼皮膚都已經是可以行天下用了的。原來是經過你細心去研究才會推出市場的。是啊，所有的產品來到我公司或者是什麼我都會試了先。我試了是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就會派所有的 sample 交給夥計，因為一個人的皮膚和所有人的皮膚不一樣的嘛。所以我就會拿，通常是我自己煎的巴仙比較高一點，如果經過我這一關我批准的話，我就會放下去給他們試。這樣就可以，這個產品可以再談。如果是一來到我的手上，這個產品我一摸下去，我只需要摸而已。尤其護膚粉說不得就是不得的了。我的手指很厲害的，觸覺和味覺。因為我的手是比較幼細的，因為從小到大呢，一摸到灰塵就不行了，它就會脫皮。好像我穿鞋啊，或者是做什麼有灰塵，我立刻要去洗手，比較敏感一點。人家說是富貴手，但是這個我不知道要榮幸好啊或者不榮幸，是我的一種煩惱來的，但是都是一個好處，因為它脫了皮之後它生回就會這樣比較軟。Soft 很軟，你就摸到那些東西就會比較清楚一點。清楚一點，所以你的觸覺會很厲害，你一摸到就知道是幾多錢的銀紙。這樣不行喔，未研究到這樣的程度喔。好像我用眼來看他們做，好像我們經常有 demo 有 training， 我不在現場嘛，我叫他們拍 video， 我 video 已經我都可以看得到他們的手勢是對還是錯，我直接跟他們說要這麼移，要這麼移位的了。這些就是我的管理方式，市場管理。好犀利喎！呢個，因為我成日都唔喺鋪頭嘅。我個鋪頭係，其實我係幕後管理。我前面係起地。分咗幾個層次嘅。過濾咗，因為一個人其實係賺唔曬所有嘅嘢嘅，就好似個 teamwork。我係顧拉尾噶嘛，我個頭腦就要保持 clear。clear 跟住咧就要所有嘅好似嗰啲 account， purchase， 最初嘅嗰啲好似 create 嗰啲 promotion， create 嗰啲 treatment， training， 全部第一手都系要经过我，之后我 OK 咗先嚟放翻出去俾佢哋做，就好似我系厂，跟住我出边嗰啲全部 photostat 机，所以我就要 photostat 佢哋多几架几架几架出嚟啦。photostat 机就系 supervisor manager level 咯，跟住佢哋就会 photostat 多嗰啲纸啊，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出嚟啦。就系咁啦，非常犀利。photostat， 我系搞紧 photostat 生意。即系将嗰啲技术啊 photostat 落去。跟住佢哋又學咗，跟住嗰個方向去做。Once 佢哋一 training 就要經過我睇，所以我叫佢哋會播嗰只 video 俾我咯。我用眼睇就得噶啦，呢個係我好自傲嘅嘢嚟嘅。仲有嗰啲觸覺啊，嗰啲 skin care 嚟到俾我試嗰啲 supplier， 跟住要點樣配嗰啲料，點樣侵變成係啱我哋公司嘅嗰個 treatment。我好中意侵料啊，你知道嗎？我將呢個 skin care 同個 skin care 攞嚟自己配合襯，因為有時淨係得呢一個 skin care 咧 ，skin care A 淨係單單用呢一隻，客仔會覺得唔適合，因為咧粉刺會生多，因為係太過滋潤，跟住如果係淨係用嗰個 skin care B 咧，又唔得，太乾咗喎，點算？我就會調噶啦，尤其是那個 salon 的裡面，這個用 70% 這個 30% 是 for 什麼 skin 的，我寫都明白了，全部了，所以我的 photostat 機就全部會走的了。很厲害，真的很佩服。我是其實喜歡叫做做研究而已，研究和創作。OK， 很得喎，這樣來做真的還 OK 啦，所以我們祝你快快點就開越多間，全馬都有分行。是
希望啊，就要睇我嗰啲 photo stick 机，佢哋行到如何啦。你有冇咁嘅打算噶？其实有噶，不过咧，因为而家近来，Malaysia 都唔系咁容易请人嘅。所以我哋而家集中喺一间两层楼，全部集中喺一齐。以前我哋都有一间分行啊嘛，咁啱有人哋高价收购，我哋就买咗佢。跟住我就发展楼上咯，发展我哋而家本身店嘅楼上，就全部集中一齐。之后如果已经系准备紧，我哋嘅发展计划嘅，就比如话开嗰啲细班嘅教学啊，或者系意味啊，跟住其实我都喺度长期训练几人嘅，佢哋所有。都要識曬所有人都要識曬所有嘅嘢，可以去管店。佢哋如果我哋一開店，就已經有人可以去做咗噶啦。係睇幾時要去實行嘅啫。睇時機時辰八字，睇時辰八字，睇有冇吉時，幾時會吉時。因為其實都係點講咧，而家嘅年輕人做工，第一要休閒，又要揾到錢，不要压力的，现在就要找这个调配方式，变成你的人手本来要三个就可以开一间店的，你就变成六个，所以我们这些人手都全部 prepare 到很准才可以开。那会不会增加成本呢？其实如果是那间店头我们管理得好，是不是它是只有 profit 的，是不要说增加成本，是confirm有的嘛，因为你开多一间店，那样电费啊肯定要给多一间啦，水费啦，那样你多一个 manager 喎，那样你又给多一个 manager 啦，啱冇先啊，伙计普通的你又多几个，宣传方式又不一样，肯定 costing 高，所以那度的 sales 就一定要 cover 到那些 costing， 你就先有 profit。So far 以前我另外一间都是属于比较大间的分行，被你高价收购的，是被逼卖的。被逼卖，其实很不舍得的。开了六年。做了多年啊？六年呢？六年。六年那间。我去过五次。我本身去过五次的啫。其他因为我们全部行 systematic control， 每一间其实我们拿来试跑 by franchising 的都行到不错，每个月我们的销售量扣晒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还有 profit， 有得赚啦，所以那个收购者都挺开心下的，所以到现在都挺安乐下，我们被逼买了高价收购添。不错的价钱，so far 我到现在的我开得那饭呢，都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前世保佑，前世做得好事多，所以今世就比较顺利一点，这样的，但不是啊，今世我都有做好事做好多的 ，OK， 我冇做坏事的我冇做坏事的 okay， 因为我怕不好啊。一定会更加好的，希望更加好。希望马来西亚的经济越来越好啦，大家又又有钱赚啦，又要过年啦，跟住赚翻多啲钱啦。啱啊，明年是咩年啊？明年2020年咯，唔系啊，同人嗰个啊，今年系乜嘢年啊？今年啊，今年系咪？今年系咩年啊？好似系猪系咪？猪啊，猪啊，今年猪，呢边年，有啲细路哥嘅年啊，我公司好多个猪啊，咁明年咧，明年就系老鼠啦，老鼠啊，咁啊，鼠年就大丰收啦！而家我哋喺度祝大家鼠年大丰收。鼠年大丰收。好。我哋嘅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睇翻有咩留言先。真系好佩服你。唉，唔好讲佩服啦。大家揾下食，研究一下啦。Okay。
多谢，谢谢老板娘让我成长了很多。你看我要用广东话读，我又不会读。嗯，其实我都是比较强在管理啦。嗯，真的管理，同埋研究。嗯，看到你的管理方式真的很强。还好，不可以赞自己。我的人是很直接，很直接。嗯，我一赞你，你又觉得不好。不好哎，不要，我会跟那些人说你在跟我啊，我就会很兴奋，跟着我自己不知道讲什么死猛笑啊。跟着那些人呢都会挺兴奋的，在我身边的那些人。鼠年鼠不完，是啦，祝大家明年呢鼠年呢就钱多到数不完，我帮你数埋咧。嗯。okay， 好，我们的时间都差不多啦。嗯，我哋又系时候要同大家讲拜拜啦。但系喺我哋讲拜拜之前咧，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嘢要做嘅咧，就系我哋嘅 certificate。多谢阿 Alicia Boon 上我哋嘅节目啦。跟住大家就记得继续收睇 Women TV 全球女性专属电视频道，我哋咧就会越嚟越用心帮大家做多啲你哋中意嘅节目啦。跟住我哋会请更加多好似 Alicia 般咁样有使命感嘅女强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你哋中意听嘅嘢啦，好唔好啊？如果好嘅话咧，就睇完今日嘅广告先吓。OK， 睇晒今日嘅广告先，因为广告下低咧可能有啲惊喜俾你嘅。OK， 多谢收睇 Women TV， 唔该，拜拜。拜拜。Debbie。